加拿大有关部门的废水监测数据表明，随着各省放松公共卫生限制，安大略省、阿尔伯塔省及不列省等多个省份的新冠病例近日再次上升。安省本月已经取消了大部分公共卫生措施，并且在这个周一取消了戴口罩的规定。但与此同时，更易于传播的 b a r 亚型已经成为疫情传播的主导病毒。在华人聚集的安省约克区，卫生官在区议会上表示，如果新冠病例急剧上升，可能需要恢复强制戴口罩的要。 要求，安省今天报告二十二例新增新冠死亡病例，住院病例人数略有上升。初步监测数据显示，全省的新冠传染正在上升。安省新冠科学顾问组指出，安省的新冠科学咨询组正在监测来自三十四个公共卫生单位、一百零一个污水处理厂泵站和下水道的数据。自三月九日以来，全省各地废水中新冠病毒产生的毒素增加了两倍。废水信号和感染检测报告更准确、更全面地描绘了新 在社区当中的实际流行程度。安省新冠病毒科学顾问小组总监尤尼医生本周表示，从污水检测结果可以推断出，省内每日确诊案例应在两万至二点五万例之间，所以几天或一周后会出现或住院人数上升的情况。面对近日新增确诊案例回升，污水检测显示。 案例增加的情况，有媒体问安省省长道格·福特会否恢复部分封锁措施，重新推出口罩令。福特回答说，考虑到安省偏高的疫苗接种率，加上医院系统有足够的应付能力，ICU 应对病人能力可以达到三千人，医护人员也都非常尽职，相信大家有能力应付案例上升。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则表示，安省接种疫苗剂量已经超过三千两百万剂，目前已经有专门应对。 病毒的口服药，所以相信医疗系统可以应对确诊上升的情况。截至昨天晚上八点，安省共注射了三千两百零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四剂新冠疫苗。十二岁以上一剂注射率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七九，完全接种率达百分之九十点八八。在所有年龄组中，百分之八十四点二的安省居民至少接种一剂疫苗，百分之八十点九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，百分之四十七点八的人接种了三剂疫苗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